个被你模仿的人有没有跟你抱怨过，说你把丑化了，或者是说太恶搞了一点？被我模仿的人有没有机会抱怨呢？其实没有，我尽力不会让他们碰到我，我不给他们任何的机会去抱怨。但是在你们抱怨之前，我在镜头前面对你们说，我先来一个抱歉，对不起，之前曾经我模仿过的，如果有任何地方让你们觉得心里不舒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其实你们没有那么矮的。